荒伟、敬楼俊硕、赖燕居、秋风泽组成的五间情，不论是个人或团体作品，在海内外都拥有超高人气。近日，陈零九在社群发文表示，收到来自澳门酒店公关的讯息，对方礼貌地称呼他为陈先生，并询问他是否有意愿观看17日的群星演唱会及23日的李荣浩演唱会。对此，陈零九表示自己23日也会前往澳门，并传了一张五间情的演出海报给对方。结果公关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他答应了，当下就要帮忙安排演出门票。而陈零九也再度暗示，对方却依然没发现不对劲，允诺会帮忙安排酒店房间。陈零九见对方没考清楚状况，只好请对方看海报上的歌手名字，并指出其中一个人也姓陈。该名公关见状竟反问：“哈哈哈，是本人吗？”完全出乎意料的回应，让网友爆笑直呼：“公关也太呛了吧！他好像都没认真看讯息，真的好好笑啊！”Bye.